午旅行的时候，都可以让你的行程变得更轻松、更方便。甜甜，我们亲爱的、美丽的甜甜，我们让她拍完照之后，没关系，给她拍一张哈。我们让大家来拍我们这一台3D350好吗？哇，全新合法，我们台湾第一合法上路的三轮的摩托车，真的是太厉害了，一定要让大家来拍照留影。好，也欢迎甜甜可以帮我们站在我们3D350的前面。然后想拍的摄影朋友吗？好，但实际自动力量其实还不错，刹车手感也 OK。我说除非你有特别的坚持，那我想它的自动表现是可以符合大多数人的需求。中间的整个动态表现来说 ，OZS 150是一台非常适合日常骑乘的车款。好，那面对一般的山路或是长距离的骑乘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我想对于正在寻找，把你的相机先实在卖出来好吗？好吗？告诉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就让大家拍照的时间，也麻烦大家呢，如果你今天有拍照，帮我们 take 我们洪家腾机车的粉丝专页好吗？这时候呢，我们第一排的先蹲低，好，我们第一排先蹲低，好吗？然后呢，第一排蹲低拍完，我们再轮流拍，这样大家说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点头如捣蒜。这时候呢，先让大家来拍一张照，美丽的照片，让大家留影哦。那呢，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来捕捉一个美丽的画面哦。哎，记忆体不够的哈，记得先删一下哈。啊，不够记得去买记忆卡哦。我们接下来还有一场的舞台活动时间呐，够你去买了，太厉害了。当然呢，在拍照的同时之间，还是要跟大家分享，无论呢在我们重机展的期间购买我们任何洪家腾任何一台的重型机车，以及我们一般的机车所看得到的，就是加码大放送，并且还有非常优惠的好礼要跟大家分享。